久没公开露脸的艺人敖犬5月10日现身台北西门町，与舞团好友们一同 battle 尬舞。出道前就是舞团成员的敖犬，这次因为朋友们进入 body 街舞决赛，比赛画面被剪进世界 body 世界 battle 当中，让他乐得重回舞团尬舞。当天他小露一手看家本领，频频献上高难度的街舞技巧，一招炸膝盖更是让大家瞠目结舌，看来宝刀未老。好，抬腿了，抬腿了。哎呦！哦！哦！哎！酷奇亚本破了！哦！不过膝盖这一炸不得了，即兴演出反而让敖犬受伤，跳完更让他气喘吁吁，受访时汗如雨下，这让他大呼年纪大了。流汗这种东西年轻就很会流啦，只是现在流出来的那个成分比较不一样，比较上年纪的成分。对啊，此外他还透露 battle 中最难的部分除了舞技，更要沉着面对铺天盖地级的垃圾话，自己出道前 battle 也是满嘴脏话，当艺人之后只好戒掉。其实年纪大一定会对这种运动，因为这个真的很累，对，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的血就扫掉大概5格，对，所以刚刚我大概直接扫掉了整排血，对。